那在集美呢，我们其实享受到了很多台新创的政策，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跟发展，还有扎根。对台政策跟创业孵化基地，对我们初创的台新的帮助是非常大的。所以，我们几位台新的小伙伴呢，就决定把这样的模式传承下去。所以，我们成功的将去荣一家台新创基地的模式复制到我们的城内，那我们的天猫两家青年文旅基地就因此孕育而生。我们希望透过台湾振兴主题的台新创基地，带领我们一样有热忱跟年轻人一起投身春创去打拼，带领更多我们台湾的青年回到这边创业就业，去打造两岸融合、助力商振兴的第一名的示范村，是我们的目标。集美这个地方、这个基地是我们梦想的开始。希望经过一至两年的行程、集美经验、集美模式，并带到全国更多的地方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期待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未来，也要祝我们今天的这个启用的基地越办越好，两岸同胞越走越亲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信相爱的一家人。